情报处参见公主。你就是情报处？以前是情报处。情报处，你该当何罪？梦莹公主果然是国色天香，名不虚传。信宝叔，你现在，阮兄弟在问你该当何罪？启禀公主，你是愚昧，不知何罪之意，请公主明示。信宝叔，阮兄放心依阮兄。是少年英雄，您竟然目睹本宫这错误的，含辛的困境，你无法可惜，真是令人可恨。启禀公主，美臣言中异性，想连是干扰到底，也无怨言。信宝叔，美臣在。事已至此，本宫严加车望的武艺天下，竟乎阮反转乾坤。我希望你会当做本宫立错会计。不管你信，你讲啥？王英要离错回情？回禀大王，王英公主回归晋国的心愿十分坚定。是天君，国王爱你设法留下王英，千万别去让伊离错回情。也若无，国王唯你是本。客道大王，如今若是袂当无凭，王英公主心灵的创伤。会接受已经是王妃的事实，像连微臣会当将伊留下，伊也只不过是一具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的美丽躯体而已。信天卿，只要你设法留下王莹，国王就心满意足了。
微臣斗胆敢问大王，大王不惜留下千古骂名，强纳孟英公主为嫔妃，可是因为了轻薄孟英公主勇敢美艳时，新包叔，你何大胆，也敢只是狗王不死呀？微臣绝无指责大王之意，也毋过大王如我礼教非凡，强纳孟英公主为嫔妃，却也是不争的事实。为主留下千古骂名，也是必然之事。新包叔，哼！国王只要你设法留下王营，其他的代志不用再说。退下。王兄，你有啥款的反应？果然不出大人所料，王兄娘知悉上情了后，大发雷霆之怒，急欲将王营赶出楚宫，并且承认新包叔若敢替王营公主讲话，绝不容情啊！爹，大人，你不对。咱赶在王后娘娘交给新包叔以前，咱登门拜访新包叔。这，你感觉奇怪是也毋是？下官确实毋知大人此举是何用意啊！真紧你就会知影。两位大人连袂作风寒气，不得有何之感？新大人，老夫不忍心看你沦落万劫不复之境，所以在不计前嫌，特地登门指点你取吉撇凶的。承蒙毕大人错爱，本官感激不尽。但不知毕大人有何吩咐，就请开门见山，明言直说。新大人，若还阁想要在楚国为官时，老夫劝你立刻打消说服王后娘娘接受孟言公主的念头，以免惹祸上身啊！惹祸上身，此话怎讲？毕大人认为事不关己，不为计性，王后娘娘是不是肯接受王英公主，这是大王的大事。新大人，你何必为此去磨烦王后娘娘的机会呢？何一句事不关己，不为计性。多谢毕大人的关怀。阵若无其他的代志，两位就请回吧。新大人。老夫一样秀才，我实在不忍心看你。毕大人，本官认为吃君俸禄，担君之忧，但是为人行正，分内之事。你我多不懂之不好，多言无益。请新包叔，毕大人是可以改为官之道，你若真不知好歹，严将军，新包应卖做官。却不应不做人，新包叔的。新大人，既然你明知不可以为，你执意为是，老夫也不便多言了。不过，老夫认为新大人那妄图说服王娘娘接受孟言公主，未免太不自量力。可惜。您大人请慢行。大人，依你看，新包叔也着急。新包叔年轻气盛，伊家己感觉对不住孟言公主，所以。青年，再讲老夫故意用吉祥法甲吉，伊也是一定会向着王后娘娘交钱，激励一生。只要伊若激怒着王后娘娘，
大人，王公公求见，快去邀请。是。王公公，新大人，请。讲当年寒车，何有要事相告？新大人，不是要事，是急事。王后娘娘已经知影大王立娶梦莹公主为嫔妃了。王后娘娘哪知影这件代志？会知影，因大人前往金庸院求见王后娘娘，所以在下怀疑是因大人伊。原来是恁两个人在暗中兴风作浪，小姑，毕如玉跟恩将书，就为什么要安尼心思？哎呀，新大人，你先莫管恩大人跟毕大人是安怎要安尼做，王后娘娘已经前往大王的寝宫，你都要赶紧想办法，啊，那凤迎公主就死定了。王后娘娘，孟莹，本宫驾至，要哪有你的座位？站起来回位。王后娘娘，依楚国的律令，楚宫并非在你驾至，确实是无座位之处。是晋国的公主，并非楚宫嫔妃，所以你无权用楚国的律令来规范本宫的行迹。孟莹，你若不是楚宫的嫔妃，为何甲大王同宫同寝？既然是大王的嫔妃，就应该接受楚国律令的规范。楚王爷。你若不知道为何本宫心机在大王的寝宫，就不应该来教教我。请回。王莹，你，哼，本宫念在你是晋国的公主，本来想要放你一条生路，料想未到你竟然喧宾夺主，大家无还本宫。如果料你不死，岂不是永好为患？来人啊！在，请求白灵书号。小心！娘娘，莫因公主伊无唔对，奴婢求你莫杀伊。你知情不报，已经是死罪难赦，还阁敢替伊咧求情？来啊，先将伊处死，来私家亡灵。是。住手！蔡王爷，阿英知情啊，伊怎敢无无接玉旨做难道啊？王明表伊啊，来安尼做伊心。
任你色残莲花，也难保伊的性命。香香，是。香香。为送死，关于个草包尊王，他名流千万，唔通意气用事。假使好王爷留在草宫，本宫将独立如莲。若要为国求全，不如玉坠东门。进去，去。王爷若是有啥物差错，国王将我哩救死不能救生不得。你敢？来呀！来好。将王后娘娘送到金容院，遵命。娘娘，请。请。麦克金，你查账。哼。建国初古，却是别会太极，你可有具体可行之策？启禀贵万岁，这是下官亲自所为，听从大人以及皇位定义，请傅万岁计划。你想退下去？是。启禀傅万岁。龙华三三三，这六代勇丢给。殿下，是。殿下，我打给你吧。哥哥，你这是袂把你个囡仔到天下来看我，真是难得。大哥，我本来想要等二娘对葫芦山回来才来看你，也不过事关重大，我只好先来咯。弟弟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地台龟甲传书讲，楚王爷要杀王爷，楚平王要杀楚王爷，三弟为着保护王爷的安全，已经甲楚平王甲楚王爷起冲突了。但是眼见就起变化了。弟弟啊，你关键拢都是保三弟安全，千万不要三弟受到任何伤害。如果有必要者，好，大哥，你放心，三弟安全。包在我的身上。世间夫妻无道，凌乱的社会无奈何。青春谁人无？为怎样？